数十公里外的安静小城突突壁，柴米油盐，寻常滋味，因为爱情而变得恒久绵长，令人回味。你知道我是什么吗？我感觉有千万匹小鹿在跑，哎，就少女心都泛滥了那种。以前就是做音乐的是吗？上大学的时候，组建了一支乐队，十一个乐队。青春的花开花谢，让我疲惫不后悔。自己的雨飞雪飞，让我心碎却不敢沉醉。山曼尔江，土生土长的呼图壁人，十几年前怀揣音乐梦想，独自闯荡北京乐坛，如今与妻子在家乡经营川味火锅店。除了打理餐馆和照顾家人，唱歌依然是他最大的爱好。袁毅，山曼尔江的妻子，四川南充人，两人相识于2008年，因为音乐结缘，进而走进彼此。北京，那个无数人逐梦的猎场，总是紧张而忙碌。八年前，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，追寻久违的宁静，山曼尔江在妻子的支持下逃离北京，回归故土。为了迎合四川妻子的口味，山曼尔江开启了火锅店。这份麻辣鲜香的事业让他们有了稳定的生活，并抚育了两个可爱的孩子。放下吉他，换上衣服，山曼尔江现在是一位精于炒料的大厨。辣椒、花椒、芹菜、皮牙子等十几味新香料，菜籽油下锅加热，用以融化牛油。牛油能有效吸收辣椒和花椒的味道，这是川味火锅鲜香麻辣的秘诀。郫县豆瓣让味道更富有层次，多味中药材的加入使底料的辛香趋于柔和，更加符合当地人的口味。这是山曼尔江自家的炒料秘诀，他多次远赴四川跟老丈人学习炒料，不断改进的火锅底料使他的火锅店在当地小有名气。时间过去大半小时，山曼尔江的双手不停翻炒，各类芳香物质浸透油中，彼时的抚琴之手此时奏出另一曲华彩乐章。小城安静的生活总有音乐相伴。母亲含饴弄孙，妻子灶头忙碌，这样的场景北漂时期的山曼尔江从不敢想象。他和袁毅来自不同省份，不同民族，爱情
让两人跨越重重障碍，终于在呼图壁落地生根。原意一首川菜绝活，因为新疆的饮食特色也产生改变。本蒸肉，川渝特色菜品，在他的手上变换出新的风味。羊肉撒上蒸肉粉调味，铺上地瓜，放入高压锅蒸熟。姜片蒜末入热油煸炒，加一勺豆瓣酱，便是制作麻辣鱼最好的底料。鱼快下锅，加入辣椒调味，不消一会儿功夫，麻辣鱼便能出锅。出来啦！四川女人有一种魔力，将灶台烟火变得活色生香。最近母亲和妹妹在新疆做客，这几个菜色既能得到婆婆的肯定，也是母亲牵挂的家乡味道。学校离得远吗？对，开车。不同香料食材汇聚一炉，碰撞出美味。不同地域人家围坐，共享美味，滋生情感。中国人将这种奇妙的连结称为缘分。上午在那弹琴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已经很嗨了，然后这是一种理想的一种状态。然后后来结果去了火锅店，看到你在那掌勺，就觉得生活气息更足一点。然后包括刚才还在家里头吃饭，也是特别温馨、特别温暖这种感觉。从天府之国到天山脚下，缘分通过食物凝聚人心。岁月静好，是生活给予他们的最好回报。在呼图壁县，民族融合不仅是山曼尔江一家的美好生活，更是十多公里外20里店村的欢声笑语、曼妙歌舞。连日的大雪刚刚停止，太阳露出云层。20里店村村民爱和买提、爱外都家一大早已是人声鼎沸。今天是街坊邻居聚会的日子，两个月后就是新年，他们要为村里的新年晚会构思节目。作为福建沅江重点打造的以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为主要内容的闽江生态文化村，20里店村民在福建沅江支持下，人均纯收入屡创新高，生活的富足洋溢在脸上。女人们在屋内忙开了，说说笑笑，搓着面条。他们制作的是新疆传统点心油炸馓子，和好的面团揉成面胚，搓成细长条状，抹上菜籽油下锅油炸，用小棍子挑起面条，待到油温合适方能下锅。动作火候都是成败的关键。帕提古丽有着20几年的制作经验，炸出的馓子色黄酥脆，味香可口。今天聚会所需的点心都出自她手。女人们忙着制作美食，男人们穿上民族服装，弹起民族乐器。这是一种被称为十二木卡姆的维吾尔族音乐表演艺术。十二木卡姆曲风活泼，情趣盎然，是维吾尔族人聚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呢，是鹤壁县的二十里点村。一到村里就觉得特别亲切，因为这个村，你看闽江生态文化村，完全是跟我们福建有很密切的关联。村里的很多道路叫龙岩路啊、福州路。那今天呢，他们已经开了一个聚会，我要一起参加。凯哥，来，谢谢。哈我觉得我现在在新疆跳得越来越好了，原来我都不会跳的。和伞子一样，歌舞一定是聚会必不可少的娱乐项目。赛乃姆，村民们人人都会的舞蹈，它有很大的自娱性质，伴着木卡姆的节奏，村民们载歌载舞，这是对美好生活最好的礼赞。聚会的高潮少不了一样主食，烤包子。馓子咱也吃了，油果子也吃了，你觉得味道怎么样？很好，真的很好。我会。所以今天啊，有给你安排一个任务，就是去学做我们维吾尔族一个特色的一个美食，烤包子。包就是蒸好的包子再拿去烤是吗？不是，那不是，跟就是南方的包子还不太一样。烤包子是维吾尔族最喜爱的食品之一，选用新鲜羊腿肉，肥瘦相当。辅以皮牙子、孜然粉调味，剁成肉馅。包子皮儿用死面擀薄，四边折合成方形，包入肉馅儿，即是半成品的烤包子。我做的第一个烤包子，大家看到了没有？馕坑烤制是新疆烤包子最大的特色，包好的包子贴近馕坑内壁，数百度的高温让包子迅速脱水，变得焦香爽脆，十几分钟后包子烤熟，皮色黄亮，入口皮脆肉嫩，味鲜油香。咱们再烤包子好嘞！哇，好香好香的，真的，哇，可以啊！来来来来来，看一个哪个是你做的，我要吃你做的呢。我做的我都吃掉了。近年来，随着福建援疆政策的不断深入，二十里店村建立手工打馕合作社，发展庭院经济，村民收入显著提高，同时建设宁德楼，开发图书角，大大丰富村民精神生活。这样吃着烤包子，载歌载舞的日子逐步变成日常。祖国的东南与西北，福建和昌吉，因为一首歌而产生羁绊，携手前行。缘分总是在不动声色间改变着人的轨迹。山曼尔江牵手园艺开了第三家火锅分店，二十里店村的村民
和援疆干部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。2019对他们来说又是希望满满的一年。五味调和产生美味，民族融合带动社会发展，这是中国人秉持千年的信念，历久不衰。大家好，我叫李林飞，来自约巴轻奢创意餐厅，下面为大家做一道椒麻雪花牛肉粒。先把